各位贵宾，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首先感谢一路同行的国内外学者专家与各界人士，因你们无私的付出，走过艰辛，很有信心一同写下辉煌的人前史。7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及省思的日子。16年前的今天，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无中生有的太极门1219案件还原了真相，揭示了公理，彰显了正义。这一路走来，殊途间不离不弃，我看见我的弟子们，有人从青丝变白发，幼童已长成了青年。时间也印证了，正义是一条需要爱、勇敢与坚持才能走出来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遵循良心、通往自由、指向万民同享人权与幸福的道路。感末法时期，世道衰微，人心不古，1219频繁路遥，困难险阻。信天道存心，苍生为怀，气运人生，传法济世，随缘度众，矢志不渝。本天地人一，平等无相，生其有理，良心仲裁，人权至上，存其有道。信浴火重生，真心无碍，印记发亮，殊途同心，捍卫真理，世人永享。本人一生致力于延续古传太极门文化命脉，传承阴阳哲学智慧，着重亲身实践心气合一、知行合一的功夫，并保存其精髓，成立了太极门气功养生协会，以弘扬太极门文化、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将爱与和平的良心文化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太极门人相信，只要每一个人心中存有爱与和平的信念，并力行实践，汇聚善良与智慧的能量，就能转动世界，为世人带来更美好的明天。太极门殊途随遭恨逆，任本于习武修行之人敢于面对考验的勇气，接受如铸剑般的试炼，将种种的甘苦都内化成为铸铸铸人的养分与动力。太极门师徒为何能如此坚韧与坚持？只因六个字：好坏、对错、真假。这不仅是人生的处世智慧，面对失衡的情势、失落的人心，亦需要用安静的心来看清楚真理，用平衡的智慧来化解干戈，更需要以广大心胸来实践和平，并散播爱与良善的能量。世上难逢百岁人，唯有良心、教育和文化三者能绵延百年、千年，影响后代子孙，改变人类的命运。人因气而生，气绝人亡，
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探求与验证人生这一口气的究竟，也是太极门传承的古文化。生而为人，都会面临种种的考验或困顿，亘古至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灭的王朝。尤其在21世纪的现代，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必须面对更多的变数与挑战。唯有勇敢面对，才能冲破难关，并在过程中习得人生智慧，助己助人。希望人人能够入入醒思一分钟，观看自己的内心，明察周遭的人事物，探究历史的演绎，了解时代的更迭，什么才是永恒的价值，如何做人处事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爱是人类生命的原动力，良心是世界公民困局的解方，良心是国富民安的准则，良心是世界和平的推手，良心会让爱更有能量。实践良心，爱与人情，可以安身立命，圆满家庭及稳定世界，也是完成人生的使命与创造生命价值的良方。开始行动的每一步，都是扭转世界命运的重要作用力。每一颗真心，都是改变自己与世局的关键力量。太极门师徒始终怀抱着勇气、希望与能量，坚持以爱与和平的心灵文化，推动良心觉醒，希望世界公民能够共同携手，与天地间的善良正气结合呼应，带给地球与人类真正的幸福未来。衷心期待振聋发聩的正义之声，能够唤醒为政者的良心，以民为本，以法为规，落实人权，以信仰自由保障。祈愿冤案不再，世人同享幸福与快乐。最后祝福大家善心无量，义行无阻，良心济世。2023年随各国陆续解封，自2月起，太极门掌门人暨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洪道子博士带领世界之爱亲善文化访问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土耳其纽约举办多场世界之爱和平中民中仪典，共同为世界祈福。太极门师徒共邀请133国502位各界领袖，冥想世界之爱和平中许下爱与和平的心愿，也推动良心时代运动及国际良心日，让爱与和平良心文化在世界各地发展，也让国际学者专家看到太极门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与价值。太极门案致使为无中生有，处处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不应起诉，更不应课税，且最高法院已判决确定无罪无欠税，监察院调查却有侵害人权之重大违法，而财政部国税局也承诺撤回执行，早该平反落幕，还给太极门师徒真正的清白与公道，却延宕27年，迫害仍在持续。太极门是国际间享有盛名与极高地位的气功武术修行团体，太极门案已成为国际宗教人权学者瞩目的人权侵害案件。
Today, it is the 16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aiwan, declaring all the Taijiban defendants innocent of all charges after 10 year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Yet, I hesitate between two words to qualify today's Remembrance Day. Are we commemorating or are we self damaged? On the 2nd of September 2005,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ordered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to set aside the 1996 tax bill.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decision acquitting Dr. Hong and his co-defendants was upheld on appeal. But on the 19th of August 2006,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surprisingly ruled against Taijiban. Finally, on the 13th of July 2007, Taiwan's Supreme Court confirmed that Dr. Hong and his co-defendants were innocent of all charges, including tax evasion. The final victory in court was a huge success. But contrary to predictions and common sense, unfortunately, it did not put an end to the case of the persecution of Taijiban.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till hesitate between two words I could choose to qualify today's remembrance event. Are we commemorating or are we celebrating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n the one hand, it was a victory, as the tarnished reputation of Taijiban and Dr. Hong had been cleared of all suspicions of wrongdoing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uffering of those unjustly detained and of all Taijiban dizzy who were slandered by the media while their leaders were in detention or awaiting trial. Moreover, Taijiban also continues to suffer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been labeled as a cult by the media, instigated by the prosecutor in 96, 97 and beyond. Today, on the 13th of July, 2023, at 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we all salute the courage of all those who fought for years to defend the honor of Taijiban. We bow our heads before all those who suffered during that ordeal and those who go on fighting to get final justic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在太极门案中，行政机关做了一个违反行政自我约束原则与违反行政程序一致性原则的处分。81年度课税的处分本质上就违法。按照以前的大法官会议解释第135号重大违法的判决，它是无效的。我们来听听几位专家学者精辟的剖析。太极门在台湾这个地方，东亚这个地方，包括全世界这么出名的一个团体，一个气功的团体，修行的团体，已经在国际间享有没有比我们这个更高的一个任何台湾出发的一个团体。太极门的课税之死是由那个检察官的一份起诉书开始的，起诉太极门犯了这个诈欺罪、逃漏税捐这些罪，而送给起诉书送给税捐机关课税，结果起诉的案件被判无罪了，过程中被收押的被告都获得冤狱赔偿了，而税捐机关继续课税，这个
普通心智的人都会觉得荒谬。第二个荒谬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80、82、83、84、85年度的税单都撤销无效了，而81年度的它的性质跟前后年度是一样的，哎，偏偏81年度的课税还课到底，啊，这也是个普通心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荒谬。如果这个判决是重大违法，按照大法官以前的大法官会议解释4-135号重大违法的判决，它是无效的。那行政机关国税局把这些土地拿去了，它是无效的话，是不是有民法不当得利的问题？行政机关在这边做了一个违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所做的处分，81年课税的处分，它本质上就违法。不是宪法上面是平等原则，到行政法上面，在行政程序法里面也要求要一致的对待，它不容许你肆意的差别待遇。所以你在81年，唯独一个81年跟其他5年比较起来，你随便跟人家乱课税，这个部分违反了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而对救济过后，他都还是有一个职权撤销违法处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让行政机关知道说我可以自我改正，我可以自己知道错了之后去撤销违法处分，他没有救济期间的问题。所以刚刚特别讲到违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这一个81年的课税处分，行政机关在现代法治国的要求之下，其实应该知道过去做错了，而现阶段依照行政程序法117条就应该自己撤销违法处分。太极门这么大的一件人权破坏案件、政治整肃案件、刑事案件都已经证明他是冤案，给予冤狱赔偿了，你怎么可以再用一个荒谬不实的税务案件还强行去给他查封拍卖，然后把他收归为国有？哦，我们呼吁监察院的人权委员会应该要立即把太极门的这个非法对太极门非法强制执行，然后把太极门的修行道场强行收归国有的这样子一个人权破坏的一个行为，好的，这些行政执行署的这些违法的错误行为啊，还有税捐机关非法滥权稽征课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侵害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不政府的机关的一个不法的事实，好，要列入案件去调查，要给太极门平反，还太极门一个公道。2007年7月13号，最高行政法。最高法院已经判说太极门案是无罪无税无违反稽征法，那既然判得这么清楚，那个税单本来就应该没有了，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我觉得说太极门的冤案快点解决才能够救台湾，因为这个27年的冤案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没有人敢出来承认错误。台湾的政治文化不及格，虽然强调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但是政治文化不好，私心太重，权谋太深。希望政治文化要改革，希望政治人物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政治人物要以民为本，以法为规。没有流血，不代表不伤痛。来自公权力的折磨，更胜刀剑。太极门案揭开人民遭受公权力迫害的痛苦，平反太极门假案意义重大，政府必须摆脱戒严余毒，勇于面对错误，早日解决，以免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有损亚洲民主灯塔之名。本案非法起诉衍生的违法课税，权责机关有责任撤销所有违法课税处分、违法拍卖、归还遭收归国有之土地，以正本清源，还太极门师徒清白与公道。谢谢收看，下次再会。